然后开始冲过来，OK。OK，我操！他也不知道我这应该。做你的狗。哎。好好好，这老铁。我操，砸中！给我俩都吓一跳了，我直接往地上一趴。飞了，我的妈！来了，来了，听到了。不急，有我在，兄弟。 帅着嘞！你男人不行啊，我来。还有个贵男。对。喂。哎呀，这边藏起来。牛逼！跟老六真的是带妹当老六是吧？ 我操！门口挂了个尸体，左边发现一个。兄弟，五楼完了，要死了。没事，快爬！没事，死就完事了。我直接就。直接个反弹，丢！没炸到，扔个闪，日他了，兄弟。OK。 再回去，兄弟，我操！回城，等下，好像有老铁，就在五楼。哎，这时候教学来了，还有一个，教学了，别急。这有闪吗？啊！完了，兄弟，着了，着大的了。 没事，能救能。什么闪不闪的？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好，慢点，慢点。腿有点跟不上了。后面还那边都还有人。屌！牛逼，哪个单位的？请问？直接给你补了。这吧台的呀，收银的。来了。这个小房。屌！ 右手，我右手，十一发够了。拎够了，哎呦！我操，老铁真屌！外面还有两个，真的，没救没救。哦，反正就那个摩托。 妈的，什么车机啊！让我想起龙宗玄的一句话。我靠！龙宗玄的一句话：“加油，兄弟！”NM。你们不瞅下屁股吗？瞅啥？打我们反杀他！左边，左边。 左边打起来的，烟子里，他们就在马路边打的，好像有一个。我操，是不是鸡？这么远给你泼死了？反正全是头，小心，他残了。哦，牛。 低了，真的这个雷，我感觉真是鸡巴，他这个雷，我头。